天天饮食，天天都食。今天我们给您做的这道菜啊，叫鸡火煮干丝。您别看我把这菜名说了啊，可是我还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道什么样的菜。别着急，咱们一会儿就问问铁钢师傅。这菜看上去很像豆腐丝汤，为什么会叫鸡火煮干丝呢？别着急，您先准备好几片豆腐皮，还需要一些火腿肉拆成的丝，鸡肉煮熟也撕成细丝儿，再来一些豆芽菜、小油菜。哎，铁钢师傅，怎么叫鸡火煮干丝啊？是不是把那个鸡放到火上，然后一煮干丝？不是这样的，实际上我一跟您说他这个俗名啊，您就知道了啊。俗名，在清朝康熙年间啊，它叫酒丝汤。哟，扬州的名菜，哎，没错，是不是？对，哎，啊，酒丝汤呢，我就有点了解了。嗯，像这个豆丝，哎，叫干丝是吧？没错。还有什么蘑菇丝、银鱼丝啊、蛋皮丝，啊，反正九种丝做在一起，哎。但是呢，久而久之呢，发展的到现在就是。鸡丝跟火腿丝，嗯，哎，这样呢，它做出味道比较纯，它就比较简单了。哎，啊，当年那酒丝汤很复杂，哎，今天呢，啊，拿这个鸡汤煮，那是扬州的名菜。据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吃过这道菜，一吃，哎呀，这菜怎么比我宫廷的菜好吃多了？哎，从此这菜名声更大。当然，咱们不能那么复杂，是吧？哎，咱们今天是改良了，我们就用这个，哎。平时我们在市场可以买到的这个干豆腐皮儿，切，哎，给它切成丝。那市场还有卖干豆腐丝的呢，拿那豆腐丝行吗？豆腐丝也行，哎，豆腐丝不如您切的这么精细。但是豆腐丝呢，它有咸味儿，就是呢，您拿回家以后呢，一定要用温水呢泡一泡。那还是用豆腐皮儿切得了，哎，这豆腐皮儿没咸味儿是吧？哎，啊，所以它用什么原料，它是有一定道理。稍微的加一点点盐，嗯，哦，这里加一点点盐，哎，您别看这里加一点点盐，这跟那豆腐丝儿那个咸它不一样，对，是不是？没错，这在表面，那在其中，嗯。然后呢，我们把火剁上，嗯，然后呢，加开水，烧一点水，嗯，我们这个水呢，一定要先要80度，这是不完全开，哎，不能滚开。如果滚开呢，一烫上呢，它一猛的一出锅就成团了。哦，哎，再也煮不出它的筋斗劲儿了。哦，那80度的水下去以后，嗯，它成不了团。对，那反而越煮越散，越松散。哎，您看没有？给它浇一下。哎，浇一下，你看软了，嗯，软了，但是呢，软了，软了，它没有爆团。对对对。哎。如果太烫了，它就一抽就爆了团了。对，而且呢，烫一烫呢，为了使它的豆腥味儿挥发一下，您怎么？嗯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对，哎，这豆味就出来了。哎，好，这个呢，我们泡它2分钟。这边呢，我们呢，把这个豆芽处理一下。哦，还用这水把豆芽焯一下，哎？对，我们今天呢用的是黄豆芽。嗯，绿豆芽呢？哎，绿豆芽也可以，可以，或者说我们用豆苗啊。或者是这个豌豆尖儿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这个呢，只是呢配在一起，为了让它增加口感。嗯嗯。所以您喜欢吃什么，您就放什么。对，这个豆芽您看啊，豆腥味挥发出来了。对。哎，就行了，我们就可以。一看也变颜色了，塌下去了，就熟了。可以给它捞出来。哎，焯油菜心的时候呢，稍微的加一点盐。然后呢，来一点油。啊，为什么这要放点油？哎，因为呢，焯这个绿色蔬菜的时候，嗯，放一点油呢，保持它的叶绿素不外泄，这样呢，哎，焯出来更加翠绿。对，放在这儿。然后呢，稍微的少来一点点油。啊，哦，哎，油千万不要多，因为我们这是一道清淡的东西。嗯，嗯，哎，这还要做什么？哎，把姜丝放进去。煎一煎这姜丝，哎，让它呢把这个姜汁儿呢，哎，完全的煎出来。这样的温火啊，把这姜丝的香气都煸在油里。哎，好，你看没有？嗯，微黄了。对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冲入水，都直接倒水。对，直接倒水，直接倒凉水。哎，
是为了让它把这个姜的味道啊更加的激发出来。嗯，哎，我们把鸡丝放进去。这是什么鸡丝啊？哎，这个呢就是用鸡胸，哎，我们煮好以后，对，煮好以后呢，给它拆成丝就行了。哦、实际上我们在家做的时候呢，那个鸡汤也可以留着来煮干丝，会更好。但是呢，千万不要有过多的油。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这个呢，火腿丝。这是什么火腿丝？哎，哦，这个呢也是火腿呢拆成丝，我们给它放在里面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什么了？嗯、鸡火煮干丝。对，不是把鸡放在火上煮，是有鸡丝、嗯、有火腿丝。对，啊，用这个鸡火煮干丝。哎，对，是不是？没错，锅开了以后呢，我们呢关成中火，然后把我们泡好的这个。干丝，哎，放进去，捞进去，嗯，然后呢，先要加入糖，哎，先不着急加盐，哦，用这个糖呢，把这个豆腐干当中的鲜味激发出来，哦，哎，这样呢，这个汤才会鲜，啊，不能先放盐，对，先放糖，哎，嗯、然后呢，我们盖上盖，盖上盖，哎。中火，中火，焖煮它两分钟前，两分钟，哎，火腿的香气，姜的味道，对，嗯，是吧？对，哎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盐，啊，这时候放盐，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再少来一点点胡椒粉，哦，这可提味，对。您看没有，这个豆丝没有，完全有一种发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对，已经很松软，一看就很松软。对，哎，这个呢，您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用80度的水先泡它一下，然后再煮，这样呢，一不成团，二它呢松散。这个环节很重要，千万记住。那我们把豆丝呢给它捞出来，你看没有？我们最后浇这个汤的时候呢，怎么浇？还有一招，您千万要注意。嗯，哎，看，我们浇汤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挡着它。哦，就是别把那个形状造型对破坏了。我们呢要用这个热气，嗯，要用热气把葱的香气啊散发出来。没想到这菜还有一些来头，您记住怎么做的了吗？先把豆腐皮切丝，加盐和水泡着一会儿，焯好豆芽菜和小油菜，再把鸡丝和火腿丝放锅中煮开，关中火，加豆腐丝儿，先加糖之后加盐，盖好盖儿，焖煮2分钟即可。这道菜正是有汤有菜，嗯，有鸡有肉有滋有味还有来头。好了，甜点饮食，我们明天再见。再见。